人面战人这里如果装备成型起来，那个 One Team HK 电脑妹的，我都关注 One Team 的。为什么？因为我只看冠军的队伍。难怪我以前只看。以前培根的那五朵我都快认不出来。那边认得我们吗？我也认不得你们。我们队，我唯一认可的就是你而已。他之前我那个卡不见，他帮我用英文的，这个那个 lis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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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要把你马杀鸡的动作带到这边来，好不好？是的，欢迎收看这周的正负彩杯。那上周及上上周，我们完整结束了 GCS 整个春季赛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了？APL 相关的东西。是的，那这是 APL 总共14支队伍，那其实蛮多的。我们也尽所有能力，然后带给大家简单快速了解所有的队伍。那也希望今天可以投入之后的赛事。那搭配这次的主来宾肯定是重量级哦。是的，这次来宾肯定是重量级的。我们欢迎陈班尼先生。大家好，我是班尼，安妮名家总裁，26岁。24啊，不是23，然后变24，因为生日到了。哦，愿你生日快乐。好，首先我们先放下冠亚赛的部分。人面战人这里如果装备成型起来，那个手里剑，标速到最满，然后再加上双环速，是哇，机场冠进去了，看得出来，这边叶雪的话先把外塔给点掉了，小林机场是被叶雪给点掉了，被正太人这个外向机场，剑庭先生，装备成型起来，那个、你有发现什么问题？这个叶雪怎么一直在动摸、有点奇怪，对啊，他应该在 L 槽那边帮忙输出一下吧，给点压力的，他这波会战，这波会战我知道他射很多，后面处理还不错、其实有点准，加有点运气好，真的，你不觉得运气其实很好？他其实这个可能，这个可能是想消耗，然后射到后面的。对啊，而且这个就是准度，我前面比较问候，你们在吃没有？那我们聊一下 GCS 赛区四队的部分好了。One Team HK 电狼妹的，你有对这四队有一些就是队伍的表现还有状况，可以给？请你给一些那个大家的评语吗？我都关注 One Team 的。为什么？因为我只看冠军的队伍。难怪我以前只看。先聊 HK 好了，冠军赛都打输你们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世界赛我觉得有四强，第一次就不错了。对，那我们冠军赛 One Team 呢 ？One Team 有一点赛道，也没有很赛道。你觉得我们 One Team 例行赛到现在？我有一个话说不出来。好，没关系，我先到电脑。我前面蛮亮眼，但是后面我觉得他们团队可能有点找不到方向，迷失掉了。他就跟我们一样啊，我们在6-8的时候，他们好像没有后面有点不一样，你们就非常的突兀。我们那个星星一直在亮，我看好你们。确定呢？你不要故意今天来，我是来看你输的。那你给一下电脑一些评语。电脑西玩的不错，但小狗后面的表现我觉得不是很理想，因为我觉得西是天才型选手，那小狗就是努力型，就跟我一样嘛，天才型，你移动型选手，那段记得帮我剪掉。Nope， 那你，我是操作型的，好，那我是技术加颜值型，没有，我是体重。OK， 我们的妹的，妹的吗？我评论妹的、喔，对、我想一下，他们是因为阵容换了、还没有磨合，还有重点是没有你。重点是没有我，对啊，你少在那边的，没有你，有你，你知道那个胜率加50哎，我觉得有一点点瓶颈，因为他们补的位置并不是专精的位置，比如说中路，但芬达是全能型的，都大家都会玩，我也是全能型的，你是我知道，我们在评论别的，你是你就跟我一样，我们都是全能的，没有，辅助可能差我一点，好，我是说长相的部分，我比较帅，所以如果你在。我是最帅，你可以代表 GCS 的颜值咯，肯定的，你没看世界赛都是我的影片。好啊，难怪。好，我们直接进入到泰国赛区好了。เก็บปั๊มเพิ่มๆนาดาครับนาดาครับนาดาไปครับตอนนี้กลายเป็นนักพลโดนบุกครับอยู่ตรงนั้นสำหรับอีเลสครับทำให้ฝั่งของผู้รับยูเต็ดที่ปอดเลือกที่จะปล่อยจากการเลยวันนี้ผมได้มีเพื่อนก็คือว่าเมโมแล้วเชียร์เมย์ไคซ่าคือส่งถ้าเกิดโมเลนต้าเชียร์โมลี่ก็ไม่เอาก็ส่ง就这样子，然后让博超有就解释，马龙跳了一个汤姆棒，结束。就是你们
没有魔王进凯撒，这一波就那个马洛斯跳得很好，跟那个朗博康博就结束了。那我们聊一下泰国霹雳的，主要是对，请建廷先生给一些那个队友表现状况。那、啊、他们都解散了吗？对他们就是冠亚赛打完就全部换了，对、啊、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好聊的，都不见了。好像因为薪资问题，那些巴扎钱太少。我知道巴扎他们的选手都减薪了。对啊，减半。One Team可能要减一下。减半。你吃这么好。好，谢谢。我们在聊泰国，你不要聊我啊！你那么关心我干嘛？我不知道嘞。没得聊，太强了。太强了。阿洛不信你，如果可以，你会去吗？我去。为什么？因为会冠军啊。一定吗？可是他们上次没有，因为没有我啊。好，所以你觉得塔隆看好吗？我觉得不太看好，因为毕竟还有语言的问题。嗯，对，我也想觉得。好，那我们聊别的。我实在有点不太了解他们，因为他们的变动性实在太大了，我根本以前培根的那五个我都快认不出来。那边认得我们吗？我也认不得你们。我们对，我唯一认可就是你而已。那我们进到下一个越南赛区，越南赛区就没了、哦、你熟的不是？没有啦，他熟的，他要去打越南，7月1号才开放入境。他们缺一个辅助扣哎、欸，真的吗？真的，不然我这语言不通，扣个屁啊！你不是英文很秀？他之前我那个卡不见，他帮我用英文的，这个list no 怎样？你是什么动作啦？你不是这样子吗？要把你马杀鸡的动作带到这边来，好不好？toàn diện của mình rồi và đánh hai ở khu vực đường giữa dành cho Sài Gòn Phan Bom. Roy bật lên chiêu cuối, Xuân Bách xả sát thương phía sau, Dương Khiên kịp thời đến từ Lạc Lạc, nhưng Lạc Lạc bấm quả cầu văng xương và Gấu đã có điểm. Thực ra tôi thấy cái này không hợp lý, thực lực chênh lệch có 4 điểm. Cái này video tôi đã xem rồi. Cái phụ trợ một cái sang này nó sinh ra tôi, và còn mang theo cái chỉnh trọng, tôi không biết là ai. Cái phụ trợ rất có tự tin nói sang này có thể, nhưng tôi thấy cái đội hình này có sáng 基本上这个上碰到了。那你觉得 FL 表现跟状况？我觉得 FL 表现就是中规中矩，然后大赛型表现得很强，就是气势型的队伍。但是如果你当把它打崩之后，它就真的会崩掉。FL 会崩。对。那 SGP 你觉得它冠亚赛实力是不是差太多？哎，我觉得有点状况太差了，而且光一个辅助位，我觉得就有点掉了差不多20分。对。那 FAP 你有听过吗？没听过。那 PCH 这种你就不会想聊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好，那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你根本不在乎嘛。我只在乎你。赶快结婚好不好？这个阵容是北垒辅助，是够大力的吗？Oh my god！ 那这两队你有什么评语吗？没有，好，我知道。比赛没打，那你觉得预测一下，你谁八强？对哦 ，SGP 嘛，然后两队了，塔隆跟布玉浪是对 ，One Team 跟 HK， 哦，一队给 Maybe， 毕竟是我带过的队伍哦，所以你把电脑当先放旁边，我觉得我就列七队啊。好 ，OK。以上就是今天的这锅谁来背。虽然疫情的关系没有世界赛，不过我们这次也有 APL 满满的赛场陪你度过整个暑假，也感谢我们24岁刚过23岁生日，24岁的班尼总裁先生来到这边一起分析队伍及神预测，好不好？真的是神预测。然后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留言，也记得按赞、VIP 跟订阅 YT， 打开小铃铛。相当好。那这个神预测是毒奶还是明灯？明灯。然后记得帮我追踪班尼的，这里有什么粉丝团啊？粉丝团跟那个 IG， 麻烦看他直播，看直播有礼物吗？没有，没有好。有抽奖的没有？好好好，那没关系，没有，那记得还是要看，毕竟颜值还只有我跟他。没有，有没有？好，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拜拜，拜拜。好吧，过一下，过一下，过一下。帅，他不是靠长相没关系。是啊，哎干，他妈叫你来不是来靠背我的。大家好，我是教练宫廷，我是于宪，欢迎收看这锅谁来背。是的，终于来到本期的这周谁这锅谁来背？那
接下来我们就要分享，重来一次，干嘛看错了？